今日的经课记载在新约加略太书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。记载在拿破圣经第213，安徽第287，我写的会是287。我是使徒保罗，我做使徒，毋是出自人的选择，也毋是受人的委派，乃是耶稣基督，甲迄个予伊对世人中搁我特别上帝所指派我的。我甲我做伙的兄弟写批予加勒太的国教会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稳定平安予恁。基督为着要救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，遵照咱的父上帝的旨意，为咱的罪献上了家己，愿荣耀归于上帝，世世无穷。阿门。再来看第十一节，兄弟啊，我爱恁知影，我所传的福音，毋是人所想出来的。我毋捌对任何一个人接受这个福音，也无向任何一个人请求加持过，乃是对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。我早前信奉犹太教的时阵，我的行事为人，恁拢真清楚。我真无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，极力内底迫害伊。伫东北犹太人的中间，我比别人更加有法度遵行犹太教教规，更加热心遵奉祖先传统的教义。但是出自上帝的恩典，伫我出世以前，伊已经拣选了我，调我来侍奉伊。当伊决定向我启示伊的囝儿，予我伫外邦人中间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的时阵，我并无向任何人来请求加持，也无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遐个比我做使徒搁较早前个人，却即时到马拉维去，然后倒转来大马士革。过了三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，甲伊待了十五日，除了主个兄弟雅各，我到今无见过其他的使徒。我讲的拢是实话，在上帝面前，我无会讲白贼。后来我到了叙利亚甲基利加境内各地，迄个时阵，犹太圣国教会的信徒拢毋捌我，因只捌听见别人讲，迄个早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却伫传扬伊过去所欲迫害的信仰。因为安尼，因欲为着我的缘故来得到上帝。这是上主的福音。今仔日教师的讲题是天定速度节。我用这个一小摊的一段
圣经，咱会感觉一个真奇怪的所在。保罗哪会遐尔啊强调伊做使徒的这款的身份？这个职位敢对保罗敢遐尔啊重要？一边物件，当时加勒太的人讲保罗会当算作的使徒，这是保罗伊捌讲过啊。无论什么人批评我安怎，我拢不在意啊，拢不要紧。我较要紧的是上帝，还是咱的主在看伊。所以家己既然讲无论什么人安怎甲伊批评，伊都不要紧。为什么伫家己派书，哪会遐尼啊？今日来主张讲伊就是使徒，因为咱即个在即个主张。确实不是为了伊家己来辩论的。这主张通讲，就是要加强福音的威严的性质，要让人家了台人更加知，这个福音的重要，这个福音怎样安尼遐尼啊重要，要紧传这个福音的人，传这个卡士的人。所以伊会安尼真激烈来主张即个代志。咱在当时加勒太教会即个基督徒，犹太主义的基督徒，也有外邦人的即个基督徒。啊，咱同在特别即个犹太儒法主义的人批评保罗批评甲真厉害。总是咱同在保罗伊原地第一十方兄弟。我们的人对这个我们的人来学习，对着我们的人，批评我们的人，指责我们的人，并不是敌意。我们应该是像保罗这样，看伊犹原是兄弟姊妹，犹原是兄弟姊妹，所以咱更加应该用着兄弟姊妹这款的精神，应该欢迎，也会常常检查咱也做。咱意见无相像，咱更加要包容，更加接纳伊。但现在保罗伫遮来强调伊的使徒的职分，到底当时的人对使徒的认识、对使徒的看法是怎样？头一个因感觉，你若要做使徒，你的确你要有个熟练的权威，有熟练。保罗也有提起亚利米，伊做先知的时阵，就是上帝安尼讲，伊对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内面就会分辨罪性。总是即个保罗遮以为有即款的动感以外，互保罗永远无忘记的，就是大马士的路上，伊的悔改，伊怎样伫大马士的路上面对面来记录咱的。国外的主耶稣，伫遐来是竞选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因为咱现在即个竞选做使徒，即个体验，即个是真重要。因为咱现在即个体验是予伊伫遐，予伊以后的驾驶成就权威的所在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怎样激烈的主张，伫遐来讲起伊是使徒。因为你予伊所传的福音，伫遐得到迄个权威的迄个所在，咱即个也是袂，即个互咱会通知影。当时即个儒法讲即个即个主义的人，伫遐真集中知影，即个保罗是迫害教会啦。所以保罗伫即个所在，伊即个体验，心灵就会枯掉。耶稣基督对心灵上的呼召，咱现在这话你讲，我并无看见，并无听见，所以咱现在特别说心灵上，今有真侪人伫遐来强调我，我有迄个耶稣基督的灵伫我的心上，大家咧主张迄个基督的灵伫伊的心上，所以伊有迄个权威，伊会来了解将来。
真正有影，你是精选人物。保罗迄个大马士的经验的是一个真奥秘的经验。咱两代人，甲听见是安怎，就毋知是咧讲啥。咱敢若看见保罗伫迄个所在拍倒伫即个涂骹的经验，伊听见伊的声，主叫伊的声，伊听见主对伊的宽容，对伊的命令，就是其他的人毋知他到底的是啥物。就是连伊保罗伫遮伊咧强调，我遐是一个我的心灵真深深的体验，我的生命真深的体验以外，一个足重要，伊就是爱加入来教会看见啥物。看见伊的生命的改变，一个真实面对面见到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伊的生命一定有改变的所在。迄个权威就是以生命的改变来表示，外口伫个人看见的，就是伊怎样受耶稣基督面对面来吊伊做外邦人的事。所以，我们当在伫迄个所在，咱会通来看。生命的权威，咱来属灵的权威是对倒位？属灵的权威就是对伊做使徒，属灵的权威就是对什么？就是伊对伊伫迄个所在伊的生命深深的改变，咱来看。所以保罗伫遐一日咧强调，你嘛知影，我以前是甚物款的人？我以前是着发主义真强的人，我以前怎样咧迫害教会？我怎样咧迫害信基督的人？总是人知，对伫台湾上去拜见了了后，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完全我伫放下我的一切，我的地位，我的金钱，放下我的迄个成就的所在，伫遐咧顺服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位姊妹，这个你就会通看见保罗伫遐生命的改变，来证明。伊伫遐是精选来做事，因为咱今日咱做基督徒，咱的生命改变啦。咱的生命若无改变，福音便无归啦。福音便无迄个威严的所在。你的生命就爱你以前的你，怎样的人？以后信耶稣，拄到耶稣以后，你的人是甚么款的人？今仔日教会为甚物传福音传袂开？为甚物其他教会所传的福音无迄个福音的权威性？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无改变，有信耶稣甲无信耶稣拢是相像。信耶稣以前甲信耶稣以后无过样，生命无改变，所以若是安尼，迄个福音。有甚物变啊？福音有甚物路用？所以今日教会咱两个咧宣告，一个真重要，就是你的生命本身有真正的改变，来证明你面对面见到耶稣。我会记我那个对遮个教会外的人传福音的时阵，伊拢甲我用真久甲我讲，讲恁福音到名遐好。亲像某人，咱信耶稣信遐久啦，到有甚物改变？无论伊的性格、伊的做人，到有甚物改变？或者人讲得较低，我拢常常无闲通讲。所以咱人在咱亲身体验着咱福音的无权威的所在，就是因为咱信福音的人，生命无改变。所以保罗头一个讲做使徒伫遐来证明伊生命已经是咧改变。第二，伊伫遐来证明讲伊看见耶稣过爱耶稣基督，直接得到伊的加持。因为当时的加勒太即个基督徒拄啊出名，伊还讲讲保罗并不是耶稣的学生啊，伊毋捌看到耶稣，伊毋对耶稣。所以，便宜的驾驶并无对耶稣基督来承受伊的驾驶，所以要安怎来驾驶啊？所以当时加勒太的教会基督徒
伊福音，所以功德无够。所以咱当初所讲的圣经，保罗伫咧强调讲，伊确实捌几啊摆面对面见着耶稣基督，所以才互伊真做改变的时阵。头一个伊讲大马士的路程的经验，伫大马士的路程，伊就看到迄个国外耶稣。再来引起伊的忏悔，引起伊的悔改，也引起伊加速速度。所以咱来看下这速度也蛮提高，就是那个第十九章，你对来看见保罗在念念不断迄个大马士路上的经验，因为迄个来证明伊确实有经历耶稣。第二，伊搁讲啊不。咱所讲的圣经的第十七章，讲阿拉伯三年的进修，伊只要互咱有当一个了解，伊受大马士革了后，伊即时受基督切克去到什么所在？伊受切克去到阿拉伯，阿拉伯伊是一个旷野的所在，荒芜的所在，保罗底下。就圣灵，给引带伊去阿拉伯的旷野的所在，伫遐面对面来得到国外主伫遐来给伊训练，来给伊启示，来给伊教训，互伊知影遐。所以伊伫遐讲起迄个阿弟阿拉伯旷野的三年，伫遐就是表示来讲，讲伊三年毋是无见，三年伫遐甲耶稣基督相甲伫遐做伙。伊真正来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耶稣基督教。第三摆，伊伫遐咧讲，讲伊第三站天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伊才讲。保罗伫遐讲，讲伊捌安尼受地权教义的第三站天，伊也甲基督三甲基督门边个所在，甲咱咧散步，伊也伫遐咧听见基督的声，伊也对伊。所以，予咱当知影，保罗伫遐这三摆侪真重要，就是要甲这个加勒太的教会这个信徒讲，我毋是无敬畏基督，我确实敬畏基督，不得对耶稣基督来得到真实的启示。所以，伫遐伊加强讲，我迄个是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个毋是对速度。这个不是我自己宣传，这个是耶稣基督所给的启示，伊也因信称义。第三原因，伊也讲讲开放布道建立教会，因为加勒太教会当时一挂反对保罗的人，讲安尼，人遐速度都有建立教会啊，你敢有建立教会？所以保罗是一个咱人知影当时的人的观念是咩？教会就是因为这个速度来组织的，教会就是因为伫遐对这个速度的教示，伫遐来建立因的信仰，伫遐来建立教会。所以咱现在是人家伫遐讲，讲哪人若离开教会，就离开是信仰的老母。所以咱现在教会真要紧，就是。信用道理的这个价值，所以呢，也是袂去而且这个啊，保罗伫啊，当时的人，伊的真要紧，就是当时的人，就是伫啊，讲呐，速度伊一定建立到，伫啊，速度伊话无人有法度建立到，所以保罗伫啊，讲我伊是一个速度，伊也先认这个。咱现在第一部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保罗讲：，讲恁呾已经安尼受洗来成做上帝的家庭的人，啊，当这个上帝家庭的人，这个上帝家庭是建立伫啥物？上帝家庭就是建立伫属道甲先知的教会里。所以保罗伫遮伊欲承认这个当时的人的观念。要认证是毋是速度？伊伫遐讲，你看我嘛，甲遐速度同款，有建立到。咱来伫外班
四点咱也知影，伊伫遐会常常在做大事，就是人伫遐咧想，安尼保罗会教，是毋是通行做基督教教义的根据啊？未？保罗伫遮讲个啦，因为对耶稣基督所受的启示，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教义会通讲，这个教义是对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应该建立伫这个顶面，建立伫这个顶面。所以伊伫遮，咱看保罗写哦，十三章的开写哦，当时的教会，那伊写哦，当时的教会十三章的批。那个直接批，唔能讲解决当时即个教会所面对着困难的问题，即个教会所面对着迄个问题的即个挑战，所以保罗伫即个十三章批内面时啊，唔能干那对即个教会家己说明，互伊了解，咱能知影，即个解决教会问题哪样，今日咱能知即十三章批今日真。咱一个神学应该看作什么？叫做保罗神学。保罗神学，就是基督教真侪要紧的教义，拢建立伫保罗的这个神学的定义。换一句来讲，就是保罗的教训，这十三章八内面，成做基督教的伦理，成做基督教的道德观，成做基督教的教义观的这个基础。所以，咱两代保罗伫这个所在，伊所写会来回答这个加勒太的这个教会的人，含讲伊的这个批是伊的教训的内面，这是含正做教家、正做基督教的这个教义，正做基督教的教义。那咱两代保罗的伊的教训，是含正做基督教的教义的重要性。嘛，正做五顶安顶的宗教阶级，的这个里程表。咱现在五顶安顶的宗教阶级是挖过什么？对什么所在来？就是真要紧是对保罗罗马书所写，和罗马教会罗马书，以及这个加勒太书，这两本册正做五顶安顶的宗教阶级的里程碑。哦，路顶啊，顶下伊宗教改革到底要改革啥物？宗教改革到底是要行去倒位去？宗教改革为啥物爱宗教改革？就是最新前沿的一款的道理。为啥物爱安尼？咱现在这就是保罗伊所讲说，啊，伊原就是建立伫做使徒的权威的定义，权威的定义。所以咱现在保罗的教是不止非常的正确。你会记得彼得，彼得伊是啥物？彼得伫迄个安提阿的所在，本来对耶路撒冷一寡一群的人还袂来的时阵，彼得甲遐外邦人做伙讲道，讲道，那照犹太人是袂使讲道，总是彼得伫耶稣知影，所以伫遐伊甲遐犹太人讲。这是保罗的意思，总是咱现在遐的为要杀这一挂人来呢。保罗对吧？彼得就徛起来，赶紧走去犹太人咧食的迄个道理啊，甲犹太人做伙，也一挂人对彼得去甲遐的犹太人做伙。保罗就是就徛起来来接应彼得，你唔通安尼，在人的面前你咧伫遐干呐？在伫遐来承认，敢若即个因是全义。那无你就改变，而且犹太人发主义的面前，你就改变。所以咱人在做人必将有两点真格的，保罗无客气，伫遐或是四大原因来，通讲正义也好，来指正即个指正的定义的不对。所以咱在连彼得的伊这个所在也接受保罗这款的指责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彼得嘛是承认保罗的这款的观点。所以现在讲，保罗的教义，伊是耶稣强调直接对耶稣基督的爱，主
即个人家是，并不是伊家己来想出来，并不是伊对某人来学习的，也毋是对耶路撒冷遐个使徒个团体伫遐来学习，啊，伫遐来工作，完全是耶稣基督直接来启示伊。最后咱来谈即个文章，啊，今仔日先。所以你会感觉讲，哇，口保罗的口气啊，你很骄傲，骄傲的口气吼。咱看咱伊遐咧骄傲的口气，还是咱咧讲起讲保罗的口气，那会遮尔样大。但是咱来了解，为甚人家讲讲，即个伊讲话的遮个方法，啊，甲即个口气，就是当时遮个特学，遮特学真特学的人啊，会变。所以保罗伊犹原用过即个方法，伫对当时的迄个加勒太教会来辩护伊家己的家事。所以咱人知影，伊是用过对安尼来的即个的辩护法。所以咱蛮误解讲保罗遮尔骄傲，叫人谦卑，啊家己则遮尔骄傲。确实，保罗辩明。伊也敬，伊也敬畏耶稣基督，各位耶稣基督，啊，伊是受耶稣基督差遣去外邦的所在做使徒，伊的教导是直接来接受伊对基督来的启示，所以咱来今仔日即个加勒太书，伊才有咱来看什么。祝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稳定的内面，让我们能够更明白，保罗怎样见到你了后，伊的生命的改变，见到你了后，伊完全伫遐一个新的体验，来成就一个你所派遣、所差遣的事。主啊，我知你有差遣伊到我帮，你差遣的人。崎岖不平的路，总是要求保罗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来行外邦的宣教的工。我今天伊阮两伫宣教一款了困难，主啊，愿你帮助我，愿你帮助你的教会，帮助你的见证道伫你的面前，生命完全的改变，来对。才会伫教会外人来见证，阮真正见着你，阮真正伫你面前